耶，圣诞节要到了，而且我有礼物收哦，是喜事佬送给我的。重点是这个礼物是每个男人都很想要的哦。是什么东西呢？走，我们先去看。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。哦，很期待我的礼物。吼吼吼，小明，你的圣诞礼物。还有礼物纸哦，好漂亮耶。好啦，我就直接开箱。你要我帮你？OK 啊。像它每个车款里面呢，它都是有这个 Co-Air Intake 的 kit， 像每个 kit 里面都是有这些不一样的 part 已经装好了。它有这个 heat shield cover， 还有这个 body， 还有它的那个 pipe， 还有那个 Co-Air 那个 intake kit。OK， 所以它里面全部已经好好了，你不用再出去再找。再做 custom 过啊。对。So actually 是每个车款都有自己的一个certain 的 design 了，已经是美美的。Everything 美美 ，everything ready， 这样你自己可以在家里 DIY。So 对，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这些 parts 都蛮简单的啦，不会难去做这个 installation。那其实这个 Co-Air Intake 啊，它最主要的这个好处是什么？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进气比较顺以外啦，那我们知道这个进气改装是最基本的改法。那进气比较顺以外呢，它在这个动力提升的同时啊，马力加了过后，它的这个油门也更加的轻快，那你的这个车子就更加的省油咯。啊，重点是啊，这个东西装了过后啊，那个声音，很好听哦。Vanessa， 所以我问一下你啊，说这个 MSD 的 Co-Air Intake 啦，你们带进来的是有 for 什么车款？其实我这个 Co-Air Intake 啦，most of 的牌子都是有的，像我们最 hot selling 的了，都是 BMW 呢，Mercedes、Audi、Honda 还有 Toyota， 这些都是特别好，很多人也是在找的。但选择其实也是蛮多一下的啦。对。哎，粉丝啊，问你啊，你是后面这个车手吗？哦，认识，他就是我们 MSD 的 brand ambassador。哦，是啊。还有他是2018 driver of the year。哎，妈，过来。哎，马哥，所以你的车有装这个？有。装了油力啊？有。好，去做工。OK 啦 ，So before 去安装之前，我其实已经很按耐不住哦，有点受不了。So OK， Vanessa， 这个是我的礼物啦。对。But 如果 Let's say 我的这个观众们要跟你买的话，是有折扣吗？有，他们有个15%。也不害。15%啊，听到吗？15% discount。其实你只要去到我们的这个网站，也就是 auto2u.my。上去这个网站过后，你去寻找你的这个本身的车款，看它有没有这个对应的这个Co-Air Intake。选择了过后啊，你直接购买就可以享有这个15%的折扣了，非常的值得哦。然后而且重点是直接寄到你家里。对。啊、哎呦，讲真的，我不要讲那么多了，我要去装这个东西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。哇，那很快的，这个东西就装上我车了，整个过程大概是15分钟这样子罢了。其实是真的是蛮容易装的，而且它的那个说明书其实很完整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自己 DIY 的话，其实是办得到的。那刚才我这样装了过后啊，一 start 这个 engine， 然后踩油，它的声音真的是蛮好听的哦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值得投资的，而且它又可以提升马力，它又省油 ，pick up 又比较轻一点啦、啊。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声音，我觉得真的可以。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到我们的这个 auto2u 的网站，看你的这个车款有没有相对应的这个 MSD Co-Air Intake， 选择好过就可以获得这个 15% 的 discount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15% 真的是很值得考虑啦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就是如果你对这个 MSD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，可以在下方 comment， 我们会尽力解答。我是小明，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还有记得去我们的这个 auto2u 的网站 shopping 一下。